问一下，你还没有拿到海报的举手，举手，举手，谁还没拿到？这也是好，先给你。好，今天呢，我还有不只要来送海报，有看无？这叫鸡姑，鸡姑啦，哈。介意的来五十，给我先给你花。好啦，阿伯哥，那你说今天不用钱？今天不用钱啊，因为咱拢是妈祖的囡仔，咱大家嘛已经要到位啊，所以如果你想要礼物的，尽量手举的越高，跳的越高越好。也尽量往我们舞台前方来移动啦，因为我们现在镜头要从我们中间来通过。等一下，我喊大家嘛，大家嘛，大家嘛，要喊什么？要喊嘿嘿嘿嘿，老规矩哦。好，哦，等一下我说，大家嘛，大家嘛，嘿嘿嘿嘿，安尼 OK 吗？安尼会晓吗？我们练习一次好了。好，来，我准备啊，五六七八，大家嘛，大家嘛，嘿嘿嘿嘿。没关系，他们这样真的很棒了。好，这首歌呢，哦，我还有的主题曲啊。是的，双手要借给我们，一双手又摇摆，好不好？双手在哪里啊？你们的朋友，哎，几乎会来上头打给哦。来哟，又送了，又送了，哎，老师，那个音乐帮我们大声一点哦。双手，哎，拍手，双手借给我还有老师，来自来自我们好好来呀。